那俩是任重道远往前直走，那小孩那小骆驼还活着，那嘴张着，那嘴撅着，你看是不是淘气的样？谁说古代不观察事实的现实的？记住，不一定是我的经验给你们全是对的，记住，景德镇画瓷器的人都是落魄的画家，没有新闻媒体，没有大款捧他，没办法到那儿去画画去，画的不好照样下岗，你信不信？你信不信？不像现在似的，现在是好出了名，今晚上出了名电视卖，那时候不惜工本呢，官窑不惜工本，现在在讲成本呢，对不对？对不对？什么叫艺术？艺术不惜工本，不按时间计算，他有一颗虔诚的心，他要对艺术负责，他兢兢业业在那画画，哪个画，哪个诸山八友也好，是元青花也好，是乾隆青花，哪个画的依了歪斜的，有几个给我跳出来，跳出来，我买，我给你，我赔你。你看，但是你给我跳出一官窑是依了歪斜的，跳不出依了歪斜不行。这点不是也是经验之谈吗？你不懂的那树怎么长的，你怎么去鉴定呢？那昨天我给他们学生说，这都是全国，我刚从那个泰安回来，那都是全国的各博物馆的各文工作者听我课去，我给他出一难题，我也给你们出一难题。鸡蛋从哪儿出来？鸡从哪儿出来？破盒街哪儿出来？说，别乐，说，大胆发言，说。大头出来，应该是中间出来，中间出来，还有没有？小头出来，你看，都说出来了。你们这日常生活都不注意啊！有中间出来的，有从小头出来，从大头出来的。哪儿出来？哪儿？横着出来是吧？大头过我不是考大家伙儿，是咱们提出一个小就是生活常识啊。大头大头其实回去以后做饭的有你们同事别看我啊，你们经常做饭。所以生活当中啊，生活就是鉴定的依据，没有生活不要去想猜我觉得怎么的。鸡蛋一打开，这是一个气室，就凭着这点气室，这鸡才能出破盒出，这气室让它吸完了，这鸡就憋死了，就那么一刹那，非常简单的事儿。所以你要看瓷器，看玉器，看雕塑，那鸟一定是胸脯大，尾巴是尖的，对不对？鸭子鸟都是胸脯大后头小，这才能飞起来。好家伙，您大头在后头掉地下了。所以你要看绘画的瓷器当中的鸟，画的不是大胸脯或者平的，那东西悬了。画画的画家画的鸟，那老鹰画的眼睛挺神的，那身子是一个平的。您别看这画家没经过看那个实际生活，咱们中国绘画和造瓷器有句话叫造化于大自然，这有吧？这句话，造化于大自然。什么叫造化？造化就是和大自然学习，不管是瓷器上怎么画，他也得按照现实生活去做，是吧？希望大家没事的时候别净看那什么动画片什么那个电影故事，你多看看那科学知识，多看看动物世界，那猫怎么跑，那狮怎么跑，那老虎怎么跑，那豹怎么跑，那不是瓷器不照样那么画吗？对不对？那我老师买了一个玉器，他曾经气我，买了一个玉器，这么大一个白玉的玉器，
一个老虎，抽象的汉朝老虎，那前爪啊，这前爪窝着，后屁股半撅不撅，一条腿朝前稍一悠的，一点朝朝后，就这样，这站，那个玉器做完了是斜的，现实生活，猫逮老鼠的姿，耗子的姿势。你看看那猫要逮耗子的时候，那耗子屁股可都那一转，那小爪一翻前一趴，在后头一蹬，噌家出去，是不是这么回事？画人如果没比例，你尿他干嘛呀？是不是？一会儿咱们都能看，不符合比例，你要他干嘛呀？那身子都成瘪的了，你要他干嘛呀？那还按原青瓜，还按着人物画去买，那行吗？那个。别走误区，别走误区，咱们看看下边幻灯。小头细颈肥身蛇尾，这是元青花龙的特征，这是第一个。第二个，你看这个后腿是从胸脯那长出来的，符合自然规律，那腿是长出来的啊，不是贴上的，是长上的。你看那腿是不是长出来的？你看这还来一个白弯，看见吗？你看这个你看宽大的肌肉是不是？你再看啊，这个肘毛，这肘毛往后，这头发往后，这个火焰的那个什么往后，这云彩往后，这海水往后，这个后头这往后干嘛呢？是往前跑的是吧？是往前跑的吧？说明元代的龙啊，正是要征战的时候，是吧？元朝打仗啊，正征战。你看那爪子，你看那爪子要蹬踏有力，你看，尖尖的，而且你看那爪子是往前伸着的，对不对？他翻江倒海，连海水都给他让路。飘着往前走的。对了，您再瞅一元青花，这肘毛跑前头去了，人家那往前飞着呢，那毛能往前去吗？说明人家古代对绘画的风格、对实物的观察是非常有道理的。虽然是抽象，但是它是非常具体的东西。那龙它就这么有精神吗？你看这龙鳞是拿那颜色涂完了以后留的白边，多费劲呢，都涂拿青花颜色铺地，铺完地把那白鳞留出来，那不是画的，那是涂的让它那么整齐，那不是画家办的事儿，是什么呀？最起码它是一个工艺大师吧，你把它涂匀了试试。那上头是凤，这是花卉，这是蕉叶，啊，你看这火之红，那宁先生那底下这点是平的，他跟我搬杠，人家这底下是一个炫的圈足，他给那平的，跟摆子上这道挺结实，是不是？所以人家这个做的什么样，你看看。是不是？相反，这一说，这人还有瓷器，这还不如官窑，特别精细。再看一个，你看这龙，这腿是长出来的。等还这龙姐底下画出一个，直不愣登。你像这个龙啊，虽然是中国抽象的东西，但是非常具体。谁这胳膊肘没谁没胳膊肘啊，谁没磕膝盖啊？没人画一个大直的这么伸出去了，也没磕膝盖，画一个大长条，那叫龙啊呢？它不是有关节吗？这不是有关节吗？都有关节，你看这不是关节吗？这爪子是这样的吧？等明儿那画直了呢，还对啊？你看那爪子是不是往前这么走着？咱们这手是不是这也一关节啊？这儿一关节，这儿一关节吧，动物不是也那样吗？你看这鸳鸯，
画那大胸脯，后头翘着尾巴，多好看啊！再走一放大的看看，不信吗？你看这火烧红，不是红不愣登的哈，跟那铁红色的不是，这是自然形成的啊！这画的多难的这个，蓝地铺完这露出白花来，这是青花颜色，在元朝青花颜色是一种特殊的手法。你看看这造型，小圈足，就这个造型我没法给你讲，这就是典型元朝造型，现在做不出这样来，拉着拉着拉出现在的味儿来了。这碗原来不管是景德镇是青花也好，是卵白釉也好，都一样，就咱们说影青都一样。谁说这撒大粉粗多画多好这个再看一个，元青花还有一特点啊，一会儿咱们讲这个，现在可以先提前说。你看这碗边上，画满了花卉，缠枝莲。元青花还有一最大特点，层次繁多，层次繁多，花纹的层次繁多啊，层次繁多，最多的达十几层，十一二层，这是几层啊？这个，这一层、两层、这三层，光一碗就三层，后来就绝没这样的了。多翘啊！这做的，你看小圈足，撇口，做多翘，那是豆芽口，这是元青花造型的特点。再往后走。不清楚，要清一点。太清楚了。你看这火烧红，不是你们想的黑乎乎一大片红了吧唧，就是黑的，它是自然生成的，一片一片的。你看它这个圈足的深，你看圈足的深，里头就浅。你看这牡丹花画多好，这，你看这凤，你看画多好，你看这凤，这不是很明显吗？大胸脯，小尾巴，看见吗？孔雀，孔雀，哎，多好画的，不是这么简单的吗？我告诉你啊，这个外头有仿的，现在有仿的，这东西不在中国，这东西在英国呢。全世界就这么一个，咱们中国这儿最近又出了好几个，可别动。走，这是钧窑原钧，这凤嘴壶。看完了以后，我告诉你怎么回事啊？走，这个，这故宫那个三足炉，这是纯苏尼泊经，啊，你等弄清楚了，你看，哎，清楚了，你看，这都是阴阴散散的，这都阴阴散散的，特别清楚，造型秀美，不是粗了吧唧的啊，造型特别秀美，咱们看这几个。青花瓷器这照片来说，这没有那个傻大笨粗的，没有。书上写着元青花，是吧？书上写的元青花，这不知道谁写的这个。大笨粗，不对，
没一个大笨粗的，但是有一条是可以认的，大和重这是可能的，他绝不粗，没有一个粗的。元青花最大特点什么呀？就是因为元朝他征战，他喜欢大，所以大型器物从元代开始，重是肯定要重的，它大了必然得重，但是不粗啊。走走走，你看紫房叶子翻卷啊，流出白边，你看啊，一层两层三层四层五层六层七层八层九层十层十一层，这是以后再也不见着了。这个我们有一说法叫主题突出繁而不乱，各有各的主题，但是最重要的主题是中间的勾连花啊。先暂时开个灯，别把这关上，开个灯，这别动啊。这个勾连，这叫勾连花，它那梗画的非常流畅，没有断续的可能性。如果断续了，搭上线又接着是非常豪放的画过去，画的特别流畅。这是第一条，第二条，你看它那印儿，大大印儿，印儿我们管它叫葫芦印儿，葫芦印儿。这样型的元青花，所有的苗的牡丹花都是盛开的牡丹花，都留白边，都留白边，留白边，花卉留白边。花卉都留白边，翻卷的花卉，翻卷的花卉这儿都留着白边。牡丹花花开完了花瓣，这牡丹花和开花开刚一开的时候呢，那花瓣都拢着了，这拢着它有一斜面，斜面这四周围都是白边，元青花特征。你到时候你买假的，你好糊给你描白边，这是元青花的花卉的特征啊，特征。还有上的那个云间，这个云间，一二三，一二三，都是三个，后期是两个，后期这个，俩就不对，这是我们这
行业的管叫死磕，死磕就是什么死牌子，这叫什么叫时代风格，一定要知道时代风格。你不知道时代风格，你鉴定它干嘛？你怎么鉴定？是吧？这样一来，就这么几条了，就可以了。那个，啊，陈总监，葫芦上为什么没有刺？这个怎么没有刺？您画的没有刺？有刺。这里刚才没有刺，画的。您画出来的没有刺？我这能画出来吗？你要拿宣纸，我就能给画出来。有阴散现象。但是非常小，因为这不是纯苏尼铂青，是国产料。刚才我跟你讲那小炉是纯苏尼铂青，那都毛刺特别多，这就没有，是吧？但是多的时候还有阴散现象，这是肯定的，这是肯定又肯定的。除了他拿纯国产料化，那是另外一回事。第一个，层次繁密，主题突出，繁而不乱。但是它就有毛病，粘完了以后不是底儿那儿有一圈辣釉了，就是有缩釉了，打掉。所以我刚才我讲了，元青也好，元青花也好，永乐宣德也好，市面流传的文物没次品，次品全砸了。所以当时在永乐和元朝做瓷器，那绝对像现在喊的口号实现不了的口号，叫注重质量。现在是喊得出来做不出来，注重质量，万一点都不行，告诉你吧，这不是我说的，我工作当中切实体会，切实体会。你们要使乾隆的家具，哪个次啊？规规矩矩，整整齐齐的。是不是？上次怎么又想起一事儿来？在景德镇开陶瓷研讨会的时候，历史馆有史树青，你们可能也知道，都挺有名的。我们一起开研讨会，史先生在那儿在大发雷霆：“这西门界没事就胡吹什么呀？什么叫徐半尺啊？那我怎么办呢？那我是史一寸呢？”这句话对不对？对，告诉你。就买书画也同样一样，尤其买清朝以前的画，清朝后期到前期到明朝的画，咱们别说元朝啊，咱们看不见。我看元朝画跟宋朝画，我也超不过去十件。这个画得讲究外包装嘛，一张非常名贵的画一定要好包装嘛。是不是不会拿我那个补袜子布去装裱那画去吧？明朝的画，有的时候那个裱工包的那个营首，那都是宋锦；清朝的包的是明锦，那轴不是象牙的，就是紫檀的，不可能给你来了大松木疙瘩，不可能的事情。人家那画是在达官贵族家里挂着东西，能做得次吗？那裱工那是压压了又压，绝对不会跟船似的，一打开那画跟船似的这样的，那一定是纸白板新的，一定，对不对？对了，那刚一打开那画就窝了着，好家伙，几百万的画窝了着，行吗？现在你问我裱画什么叫压，你问他懂吗？拿什么压？你问他知道吗？可能有个别人知道，都是裱完了往那一挂，一上墙一摘来完事儿了。那摘下来以后得拿那个玛瑙的那饼子得压好几天呢，得且得压呢，得压光了，压完了以后得把那都粘死了，那画能撅起来吗？能撅起来吗？好家伙，一瞅那鹰手都是咱们现在那纸包着呢，那画对得了啊？还用干嘛使一寸呢？那奔那一搁，你就知道那画是好坏了，对不对？对了，您参加宴会来了个大补丁衣裳，行吗？那个塌了两只鞋没洗脸去上那参加宴会去，谁让你进去？什么场合呀？再说
那好画这得有好包装啊，那盒一打开叭一上来紫檀盒，这先吓你一跳，对不对？最次的也是楠木盒，最次也楠木盒，把前面盒盖一打开，那盒一打好，名人题字刻的字，那画能次得了啊？你让他仿那个，他没那成本，都仿得起吗？呢瓷器不干净不漂亮，黑乎乎的就敢买，你们有的先生真胆大，我告诉你，可能钱太富裕，下次买这假的找我了，我卖你们点儿。老师休息一下吧。好好好，灯泡，看瓷器，而且我们这儿有一个动作，不错，拿注意，首先第一条。在咱们自然生活当中有一条非常重要的规律，叫灯下不观色，对不对？对对对。您没事眼睛还没使够，您还加一大强灯光，您见过吗？您那时候做瓷器有强灯光吗？这个恶习是从那个香港那边传过来。第二最可怕的，我也不知道拿那高倍放大镜瞧什么呢，我们那时候也有放大镜，五倍的放大镜，老先生使干嘛呀？在瓷器找啊，有没有口子，有没有爆釉。现在的好100倍，刚才有一同学唾沫釉，你去拿放大镜啊，哪个没唾沫釉？你能找出它规律不能？谁要能找出来，我向他学习。我到外边鉴定，有人给我提，华老师你怎么看东西？你怎么不拿放大镜啊？我说我一拿放大镜，我晕了我。这个拿放大镜一看，这青花瓷器没了，100倍一放大，这青花款没了，都变成云木了。你怎么能知道它是康熙的呀？乾隆的？那我现在这一瞧就完了。我们是演学派。你借助什么灯光，什么放大镜，你不是越看越糊涂？哪个柚子不在1300度开锅不带泡啊？泡里吐气。你们拿放大镜哪个不带泡？你们那谁能把这个永乐跟宣德那泡给我总出这经验来，写出一篇文章来，我就服他。这姓宁的，我给提出一问题了，我也装傻，我问的，我说宁先生，您是澳大利亚著名的物理学家，我给您提出一问题了，我说我不太清楚，我从我小时候就弄不清楚，到现在我都长这么大了还没弄清楚。他说你提提，是物理现象化学现象？我说物理现象，又有物理现象化学现象。我说我问您一问题，馒头蒸的时候上头先熟还是底下先熟，边上先熟还是中间先熟？我说您给我回答回答这问题。哎呀，这问题太复杂了，你们说馒头先点说说。外边上上上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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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从不从外往里熟，我老蒸馒头吃气儿啊。你们学过物理没有？同志们，你们都上过物理化学课吧？咱们在做实验时候，那灯一点，那气怎么走？这么走啊？嗯，是不是往上这么走啊？是不是这么去？要不然这么循环吗？嗯，是不是这样？对，哪儿先熟啊？上头先熟，底下后熟。为什么要捂锅盖干嘛？捂的那么严干嘛？不是就怕它跑气吗？对对对，熟的时候这么熟啊？那瓷器烧不是也这么烧吗？各个窑口的部位不一样，那点烟道，这点边上，这是火眼，这点什么，它烧的熟的程度不一样啊。他们学者在中国陶瓷史上头一句话写完了以后，他们不承认，自己说话不承认，是吧？中国陶瓷发明是一种物质变成另外一种物质的化学反应，是不是这么说的？这是中国人最早发明的化学反应。化学反应，什么叫化学反应？就纸烧着成灰了，那灰变不了纸，对不对？什么时候那你要吃烤鸭子一煎巴飞起来了，那行，那悬了没有？这瓷器烧完了不能再还原成那高岭土了，还原不了了。什么时候还原了，地球就完蛋了。
那叫逆转了，那个是不是？怎么咱们这么学，怎么就学这种？哎呀，太令人着急了！我告诉你们，着急到什么都去学的，看的书太多了，查住了全都。谁能把太阳光两亿年前的太阳光给我收回来？收不回来了。什么东西物质一消耗完了就完了。虽然在理论上承认说物质不灭定律，但是它有一条，纸烧完了以后变成碳，碳氢化合物，二氧化碳蒸发了，您再把它收回来啊，您再把它收回来。我不是说难了，那比登，哎呦，别说登天难，现在登天挺容易的。不可能的事情，吃饱了就得饿，不饿这人就死了。吃饱了一辈子不饿，这人就该死了。谁要能把人体的化学变化都能给我做出来，那这世界就该完蛋了，就没有死这么一说了，就。那明儿咱们老在世界上待着，那地球成肉泥烂酱了。他有生必有死，谁也克服不了死，谁也克服不了生，是不是？这架的化学反应的机器，虽然在某些方面攻破了，但是你要彻底攻破是难上加难。我告诉你们，你要把这磁力再恢复成磁土，谁有本事谁来，那是不是？不但是诺贝尔奖金获得者了，那得要给他来一个世界比诺贝尔得加十倍的奖金，得给他，能不能？我死了，搁那八宝山一烧，明儿又活了，悬了，那就悬了。别进，因为咱们看的东西实际的东西。第一，那位同志，千万你注意，别跟我搬杠。第一条，没见过东西别动。不可能，元朝清华里镶着汉玉，不可能的事儿。元清华镶汉玉，这俩时代不一样，差着两千多年呢，一千多年呢，不可能的事儿。我刚才说了，你要在陶瓷史上和全国各博物馆里发现有瓷器镶玉器的，你找我来，它不可能的事情。是不是？所以不要猎奇，不要去探讨这种无目的的探讨，是吧？无目的的探讨，是不是能跟世界突破？说外国人说了就算数，您别忘了，瓷器是中国人发明的，发源权在咱们这儿，对不对？德国人烧瓷器是18世纪才烧出来的，他得出结论是瓷器第一是1200度，第二是高岭土，第三是有釉，是吧？第四是敲击有声，第五个不吸水。当他总结出经验，我们中国早就有瓷器，商朝就有瓷器了，而且现在咱们追着人走，最后我们那专家给来了一个叫什么原始瓷，给学术闹得到现在那儿互相打架，谁都不服人，弄了个原始词。什么叫原始词啊？家伙，那原始那就要原始，那东西太多了。第一个灯泡叫原始灯泡，第一个原子弹叫原始原子弹，第一辆坦克叫原始坦克，那就太复杂了。中国发明瓷器是一个伟大的创举，当中国有瓷器，当中国五大名窑在世界著名的时候，那得外国做瓷器，说中国这瓷器薄的怎么回事？有一个外国人就说了，说这可能是拿鸡蛋壳做的，结果于是乎把全国的那个鸡蛋壳都集中起来做瓷器，结果不成功，他就不知道是高岭土。如果不是中国有丝绸之路，不是有瓷器，还出现不了第一次鸦片战争呢，知道不？因为当时中国的瓷器跟丝绸还茶叶整个统治欧洲的整个的经济啊，把大量的白银都吸透到中国来了。英国人害怕呀，要打通这贸易，咱们中国不干的闭关自守啊，所以拿炮轰政策啊，
当时瓷器在当时他没发明之前，这瓷器是高级贵族式的瓷器啊，一下把这白银全收过来了，一个丝绸，一个茶叶啊。第一次鸦片战争怎么起了？就是因为贸易逆差太大，要打开中国这港口，中国不干呢，所以才发生了第一次鸦片战争啊。啊，中国如果一旦要再强大起，超过美国去，我相信能超过，只要政策对头，各方面人民生活水平提高了，绝对能超过的。你别忘了，中国是13亿人口啊，是不是？晃都晃都得够得下，是不是？咱们这离着工人体育场近，10万人的体育场，一人发一盘子就10万个，咱们那屋子人都给压死的，你信不？中国这做大市场，它怎么不红眼呢？它能不红眼吗？中国的东西在，咱不是说现在落后了啊，那过去古代的瓷器，这比它早1000、2000年的比它早，是不是？虽然埃及伟大，它最后的让罗马帝国得给打的是销声匿迹了，地历史都断了，只有中国没断，是吧？7000多年历史就没断，世界哪个国家能比得了咱们中国？中国的瓷器发明多伟大，千万大家注意，别异想天开，不要去猎奇。中国这东西实实在在的，没有的东西，刚才那谁是洪熙吧？洪熙，14亿年。他几年？11年。有没有接啊？就是洪熙嘛，洪熙、康熙嘛。有没有咋把洪熙打的都找不着北了？全都，还能做瓷器？洪熙啊。啊，它是个一个印序嘛，瓷器本身是个印序文化，它是一个，我没探讨，我是确实你说的是我。你走的死胡同里头了。对，我是，肯定是。嗯，你把这个洪熙这个年代看得太伟大了。你比如说，现在我那出了一个，是吧？这个什么那个万历后头是谁？天启啊！天启崇祯，天启才做了一个月的皇上，在历史上没法给他计算，得算他一年。你不能给他给他算上一年，他连屁股还没坐稳就能烧瓷器啊？那洪熙打的屁滚碎流，他能做瓷器？他延续谁？这件瓷器我下午有个资料给你看一下，我有资料。谁写的？是国家的资料，国家的资料。谁哪个资料？就是这个瓷器的王牌，这个资料，它的经过。哪个国家资料？是温州的。温州的，你把他叫来，我跟他斗争到底。那我也很喜欢斗争，这我跟他斗争到底，不动刀子，不动枪，舌战群儒，舌战群儒。老先生，你走了误区了，你还得继续大量的交学费，交了半年学费，你一件真东西买不了。我敢肯定，你一件东西都买不了，一件真东西买不了。你现在脑子已经发固了。已经固化，你老认为你在自己对，不会啊，不会的。刚刚跟你比了，慢慢会加上去啊。我给你等下给你个名片，你看看我的网上，肯定都是假的，的确都是假的。但是你实在研究，就这么讲。假的研究的，你还研究它干嘛？要研究，你们现在很多人认为是假的，我说是真的，我真的比过。我也像你今天讲的很对，他今天讲的很对，像葫芦叶呢，他的立住了功底很好很好。但是你为什么不相信他的这个艺术呢？我们本身对瓷器啊艺术，你也讲，大家都没见过，也没见过，你跟我所多，大家很多人都没见过，搞这个东西，我倒是学到了。那我们既然学到了的话，很多没见过都是。探索与什么发现？讲了一下三星堆的问题。对，这三星堆的问题，前面的好多节目我非常佩服。就讲三星堆，我对他意见很大，说那个九鸟，说日本人怎么说的，日本人怎么说这个三星堆这个九头鸟，
我们学者非常赞同日本人所说的这个九头鸟是什么意思。这个学者我看他有点发昏了，发昏到什么程度呢？连自己老祖的东西都不信的，这姓外国的。现在啊，我今天刚一开始的时候，瓷器、玉器、铜器，你翻翻他们学者写的，后头一大片英文字母，一大堆的那个化学反应分子式。为什么书画他不写化学分子式啊？为什么竹器他不写化学分子式啊？为什么那墨他不发现化学分子式啊？为什么那碑帖他不写化学分子式啊？为什么寿山石和田黄石他不写化学分子式？他怎么津津乐道这个铜器、玉器、瓷器啊？因为铜器、玉器、瓷器大家伙都知道，而且大家伙都崇拜在科技的脚下，都崇拜在外国人的脚下，好像外国的舶来的东西写出文章有分量。为什么有分量？写那洋字码你不懂，写那化学分子式你没看见过，写那透闪石、灰闪石啊，你不知道它结构，一听真伟大。别忘了，民族文化只能用民族语言去说。你要再伟大，你去研究埃及文化，你永远不如人埃及人。你要去研究俄罗斯史，你没有人当地清楚。说一句不客气话，中国的土语方言让他翻译翻译不了，北京管死叫嗝屁，让他去翻译去，翻译名字咋也翻不出来，只有咱们中国懂。这个外国人说了不算，还是中国人说了算，对不对？所以这事情是吧，在我们研究当中一定要注意，脚踏实地研究自己中华民族的文化，这是一条。刚才我说的这个元青花的鉴定，希望大家谅解我，这不是我搬来的，我弄我的独创发明，是我老师教我的，教完我教给大家，这是第一条。第二条呢，我觉得在我实战当中啊起作用，我才告诉大家，也可能对也可能不对，但是我自信是对的。为什么呀？通过我这多少年的工作经验当中啊，稍微哪点不注意，忘了一点就让他踹一脚。为什么踹一脚啊？我经验很是惨痛，我帮人买了，花了36万块钱买了一个圆玉壶春，就是因为那天卖我的时候是在阴雨绵绵的情况下，黑云压城城一堆，我就把这个条件给忘了，结果上了当。最后我非常着急，我说能退不能退啊？那买东西那人说，华老师您别着急，跟您一点关系没有，是我求您的，我能退，但是有点损失，36万得交人36000块钱的手续费，啊，不成文规定的10%，对吧？所以这样一来的话，你下回再让我买这个，这圆玉壶春，我告诉你说，他再骗我，他怎么也骗不动我了。为什么？我着急了，我在他这动脑筋了，我。所以说，交学费得交硬的，别交那软不拉塌的。软不拉塌学费你永远交不完。你记住，别学咱们中国的土话叫“记吃不记打”，是不是？打你一下，让你疼10年，你就不买它了。再你也不买它了，这个东西一露面，奔那一搁，我就知道了为什么它遮着我一回，我折腾了我了。所以我们文物行业有一条，买错了，找郊区外的那边上那有一茅房，蹲在那儿一边拉屎一边哭，别让人看见。买对了怎么办呢？买对了，在家关着门，偷着乐啊！
你知道吧？什么最锻炼人呢？金钱最锻炼人。买假了，你真着急啊！真着急啊！是不是？是不是这么回事？是。买对了，你瞅你的嘴，这没腮帮子挡，能跑后头去，高兴，是不是这么回事？对。这是我们经验得出来的沉痛教训，不是闹着玩的。作为工薪阶层，我花好几一万两万，我花不起，买个一千两千，买错了我都睡不着觉，翻饼睡不着。怎么就错了？怎么？其实心里明白，真错了。记住了，在我们搞瓷器鉴定、搞文物鉴定的时候，一定要记住了，别净谈自己啊，怎么过五关斩六将，别净谈自己的辉煌史。您那受罪的时候挨打的时候，您也给说说吧，是不是？这样的话才能自己学习。所以说，我们。这个行业里头有一不成文的规定，叫紧瞪眼慢张口，不知道你哪句话说错了。刚才我犯了一错误，一个同志拿一个瓶子，我一晃晃，我说假的，我一看上有纹饰，我说别，我这仰韶文化，是吧？说这就太冒失了，应该好好看一看。所以这个谁也把握不住自己在当时的激动的心情。我告诉你，激动到什么情况？我给你们介绍经验，越看越好，是越看越好，越看越想买，发买手里假了，哇，完蛋了！越那叫什么？这叫见势则迷，见势则迷。哎呦，怎么那么好？怎么那么好？越看越好，等别人说哇，完蛋了！别自信，也别不自信，说这个事情挺复杂的，是吧？挺复杂的。刚才大家看了。围着我看了几个瓷片，这永乐跟宣德大家伙可能我这瓷片太小了，太找不着了。这是我跟我老师要的，大家伙看出这永乐宣德的滋味了啊？看这个色儿挺白的，往这一搁傻了，是不是？这是第一条。第二条，鉴定瓷器最难的什么？最难的就是把各个时期的釉色装到脑子里头。书上写永乐的釉叫甜白，是不是叫甜白啊？嗯，这甜怎么甜法啊？就是怎么个白法啊？您没有看见过那甜白的东西，您能知道那白色吗？像这个颜色都在我脑子记着了，它一翻，你们翻是白的，我看是青黄青灰色的，你看一比不就出来了吗？我说这叫宝石蓝，人家说你非得说是蓝色，我没办法，你看这青黄跟这一比才有啊，这灰的又灰又黑啊。所以说这叫比较鉴别掌握知识，就这么排列下来的。我们在日常工作当中就练这个。还有一个大家伙儿中间休息的时候让我看瓷器，说我拿这个瓷器重量和我自己想要拿那个真东西的重量不一样，这在我们行业有一个行业术语，手头行业术语叫重量。今天早上起来说呢，我买的那一对雍正粉彩英系图的将军冠，现在我回忆起就重量太大，大到什么程度？没有你们那大，但是底沉。雍正的瓷器是全体沉，这盘子搁手里头整个压手，非常均匀。你要倒光的瓷器搁在手里头，唰把手底下压着，边儿轻，这你得感觉这个，就跟这一样，这搁手里头。这搁手里，你拿着，你晃晃，它是平均的沉。不用那么晃，平均，但是平均到拍卖公司，他那不让你看吗？你为什么不看呢？看他手里的，不是假的，咱们一块儿研究啊。该真它就是真的，该假就是假呀，是不是？该真它就是真，该假就是假呀。这里没有中间道路可走的地方，对吧？所以这么一来，它不是就非常清楚吗？
刚才看这几个瓷片哪个是黑乎乎的，不是都特别干净漂亮吗？啊，这元青花一个是葫芦叶，一个云尖是三道弯，是吧？一个是青花颜色是苏堤波青，有凸凹不平之感。你们看了没有？看了，我天哪，都听过。忒小了，忒小也有啊。咱们这四片都发下去，好好看看，看看凸凹不平。这片太小了，我一共有五片，丢了一片。这上有西光，这上也有西光，特小。是吧？这是嫩白嫩白的，这是亮青釉，这是亮青釉，回头我都让你们看。想看吗？看吗？那啊，来，侧看的，这样侧看。侧看，就是侧的，就是一晃，你看有多少不平没有？这个这个瓷器，你够长，这四片。这瓷器好不好？好，漂亮吗？青山带的，鞋带的，漂亮不漂亮？漂亮。下去的话，这这么熟以后，看好了啊！啊，你看哪好啊？这是民窑，啊，这是官窑啊！看是不是官窑？啊，康熙，这个画的好，听不康熙，这是哪个釉子肥润？哪个釉子？这肥润不肥润？这肯定这个肥润，这肥润吗？这薄吧？薄，那个薄，但这个薄能比吗？看见更精美、精细。不是，这薄了已经变成薄的，挺难受的了。对对对，这是润呢。对对对，这看出来了吧？对对对。那说明朝的民窑比清朝的官窑还好啊？嗯，你从立面看，这釉子看不见，你看这釉子那厚薄了，对，看看肥厚，就这么看。这个肥厚是打瓷片能看，这样一看薄厚看出来了吧？肥润这能看出来了吧？这个肯定肥。你看断面了，不看断面能看出肥厚，对吧？看出来了。你不看断面，这个肥润看出来，这我们练眼睛这么练着。绝对能看。这个肥厚的概念，它就釉的厚度了。你看，这是一小茬，你看这个，嗯，这瓷器，这是露摊的地方吧？嗯。哪个白？对对对。哪个白？前面这个这不是这一块，这哪个白？这个您的白，您的白，这边这个白。这再看不出来我就没办法了，这搞有色盲，别搞鉴定瓷器，这个够细的了吧？嗯，民窑都到这个程度了，都比清朝的都棒。嗯嗯，这个这怎么说这个？这是康熙官窑不是？嗯，典型，这个肥厚就这么比出来的。胎质白细嫩不细嫩，这么比出来的。从伤口一看就知道是康熙。这是一个，你看，你看这个，你看，对对，这胎的这么细，它也比不上这么白。对对对对。我们看瓷器不能打碎了看，一打碎看的都一个大丸子。我们就唯一一点的鉴定地方就是这地方嘛。对，这底足。那我这底足，我一看我脑子记下这个色了，你还能蒙得了我？他不是就看多了就知道了吗？对比呢？这是哪个带的？这个？对，华老师给倾向定一个吧。哪个？这个？啊，就哪个最可能吧？这个我就没法，因为我没见着烧，我能给说个大概齐。嗯，不是成化就是红质，对，就是这一段。我这有磁片。成红一碗水，它这个东西就红红之间的，嗯，这个不叫铅光吗？这个叫吧，应该。这也叫铅光，有点铅光，有点铅光，严重哈，不是严重。这个铅光跟那个永那个宣那不是原厂的铅光不是一个色，不一个色。嗯，你看这只能叫接近，嗯，这个风格差不多，你不能完全跟它一样，是不是？这明中期的，这叫明中期的，就是红质也行，是成化也行，就在这一段，这是民窑，这不错呢，这你看。
对对对对对对对，就是就是，正德是好像这个并不是，对，好像是不是正德比较多？正德反正就在这附近嘛，就在这附近。这好，这个大爆碗这儿，高度，这好，这谁的这个？这个他的他的，不是老干吃片的挺好，好好。来放下来，这种人不要自由。好好好，这片人同意。这老师是画红纸的吗？那你说红纸跟正德不是挨着吗？对对对，是吧？不是老师吗？翻过来，是老师的。这是录88文，文不文？你要太不好听，这应该是回文吧？反正我们大概其实说这不太清楚，犯错。从汤药材纹饰器型底足，我让你去从这几方面分析，不是让你无目的的去看这东西，有目的的看。这是第一条，我今天早上强调的，千万不能忘了这个造型胎子，这个胎子可不能让你打碎了，胎子就这么一点，就这一圈啊，就这么一圈，看你在这上下功夫不下功夫。这是第二条。第三条，能看能不能看釉子，能不能看色彩，是不是能不能看釉子，这些东西你都综合起来进行分析。而且在分析的过程当中，一定要多接触真东西的实际情况，希望大家到拍卖公司去看去，看的时候练自己的眼睛。这个鉴定是经验的总结，不是说我今天跟你说这就是康熙，明天你就能买得着了，也不是今天讲完了这个明天你就立竿见影马上就收一针的，我不敢给你保证这个。我敢保证我这个鉴定顺序是对的啊，千万不要打着我的旗号说这华老师这么说的，我可没这么说，我没说这东西完全是真的，也没完全是说假的。我教了你的方法，怎么看这个瓷器的从头到尾的一种方法，这是第一条。第二条，我工作看文物我看了40年呢，照样有让人打眼。我刚才开场白说过，我说不是人家蒙你，是你没学到家，你没学到家就上当。所以搞文物收藏有一个平和的心理，什么平和心理呢？就是增知长智，把眼睛练会了，财富是在后边，不是在这之前，是在这之后，是不是？财富是在后边，你要都明白了，难上加难。有的同志给我提出来了，说这个东西书上没有，一旦发现了怎么办？但是必须符合我讲的那些个，往上去印证。这些事情我不是没学过。喂，那个时候我也得看半天呢，我得看，我也得把这顺序我得一个一个的看着，先看造型，先再看釉子，再看胎子，再看彩色。当然这我印象比较快，比你们快。为什么？我见的都熟了。那要不熟呢，我也得折跟头，我还得问我老师去，我老师不明白还大伙还得讨论呢，知道吧？不是今天教完了明天就立竿见影的，方法学会了，我说比你明天见东西会要强得多，是吧？这些东西不是立竿见影的，得反复揣摩，得反复研究。你不见，就你们这些人呢跟我一样，不见十几万件东西是不可能的。这是经验的总结，不是说一蹴而就的事儿啊。这个希望大家把心态弄平和了，弄平和了，不是啊，不是打击你们收藏和这个情绪，是不是这么一个情况？咱们下午再讲，好吧？